问一下，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家人科学广场的，请举手。好，我们欢迎新朋友。被鼓个掌。先跟大家恭喜哈，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场的这个中签率是低于五成嘛，也有将近200个朋友报名，所以各位可以坐在这里是非常幸运的。好，那我们正式开始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周末午后有这么好的一个科学活动的原因是，就是要感谢国科会的科教处，还有中央大学的经费补助。那我是这个家人科学广场计划的主持人，也是活动的主持人，我是中央大学物理系朱清奇。好，那非常感谢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每一场活动都有很优秀的这个科普讲师来协助我们安排进行设计所有的活动内容，所以每场活动都很好玩，才会有你知道将近200个人报名这样的盛况。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的这个老师哦，是我们自己学校的网络，网络学习科技研究所。好，那可能有朋友就会觉得说，网络，我知道网络是什么，网络学习，大概也猜得到是什么。那什么叫做网络学习科技研究所？就可能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了。这个的话，我们会后可以跟吴老师交流一下。但是我可以说的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外行啊。但是我可以说的是，中央大学的网习所，我们简称网络学，就是网习所，网络学习。中央大学网习所是全国知名，而且是世界知名，我们做得非常好。在多年前有一个就是计划叫做亚卓士 Education， 那个亚卓士其实就是我们中央大学的计划。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吴老师非常有成就，只是除了他专业的成就以外，他投注非常多的心力在科普的推广。那各位可以看到今天的活动哦，你看一下，那题目叫“磁来运转”，对不对？我们画了好多好多各式各样的磁铁啊，然后甚至最后的一个节目，我们会谈到有一个很酷的电影叫《全面启动》，看过举手。好了，你看只有那个大学生，这个大学阿宅看过。好，《全面启动》。如果之前没有看过也没有关系，今天活动完之后回去看，你会特别有感觉，因为就会有里面有一个陀螺一直在转，一直在转。那我们今天也可以做一个陀螺，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所以很期待今天的活动内容。所以各位借一下你的双手，来，我们掌声欢迎吴立全老师。好，非常谢谢朱老师的介绍。好，那我先跟各位不管是爸爸妈妈或是小朋友先报告一下，其实我本身是在小学服务超过10年，所以我目前我们在做科学推广，我们大概都是以小学的这个阶段为主比较多。那跟各位介绍一下，在我左手边的这一位杨宗龙杨老师他是担任今天的助教。那他自己本身是在台中市担任小学老师，那他也是台中市国教辅导团自然科的一个辅导员，那他也是常常带比如说科展啊，然后到全国或是有一些创意发明，那我们平常都是一起在想一些新的点子。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中大，因为我自己的学校，我来到中央大学是已经3年了。好，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那在开始今天的一个课程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一些规则，特别小朋友要注意听。来，我问一下，你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举手。好，手放下。你是3、4年级的，举手。好，手放下。5、6年级的，举手。OK， 有没有国中的学生？国中生？好，那基本上都还在我的熟悉的场域。好，那请小朋友把你的讲义翻到最后一页，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注意听。好，第一个有一个地方让你写名字，对不对？第二个是有一个评分表。评分表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在整个参加的过程，我们是让小朋友以小朋友的表现为主。好，就是只要你表现好，我们就会有加分。然后等一下整个课程结束，
我们会有一个每个小朋友会有小礼物，然后呢分数最高的优先选。当然有一些小礼物是限量的，限量的就是很少，所以请小朋友，你今天在进行整个活动，你一定要非常的专心，而且你一定要非常的注意。比如说吴老师说，现在请你把你的名字写上去，有笔吗？没有。没有的话借一下。好，你的名字写上去之后自己就加两分。没有笔的话 sorry 没有笔的话，我们现在工作人员马上会发给你，所以不要着急，没有不要急哦，一定每个人都有。好，名字写上去之后马上自己就先加两分，先加两分。好，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活动，一共有三个小活动。这个小活动是越来越难，所以我们先来第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我先给你们看一段影片。好，注意看哦，注意看哦，我请注意看，不是注意听小孩子的哭声。好，我没有要问你说那个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的哭声哦，注意看哦。好，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举手。好，来你讲。正面和反面不同啊，这个答案有一点接近，但还可以更接近，加两分。好，还有谁？来，你这样看。同性相，同性相吸，同性同吸，同刚好相反吧？异性相吸，有点接近，但其实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不过你还是加两分。好，再一个，来那边那个小朋友，看，啊，直立句哦，你怎么知道？因为你直接看讲义，对不对？好啦，还是加两分啦。但是呢，我先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今天的活动。今天我们会发讲义，但是我们原则上也是希望让小朋友有比较多的好奇心，让他们去想。好，所以好，那有小朋友讲直立句了。那怎么？我们先来做一点点东西，我们先把玩偶做出来，然后再让大家去试，怎么样尝试才能做到影片中画面那样子的，好不好？好，那我先来讲一下。首先，我们先来做玩偶。好，等一下你会拿到一个纸偶的纸卡，请记住，不要随便动剪刀，因为你一剪下去，你可能剪错了就没办法恢复了。然后呢，你会拿到一个五子棋，还有两个磁铁。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呢，请你按照顺序把五子棋放在最下面，然后呢，你再连小磁铁，然后小磁铁上面再连纸偶。叫纸偶。好，所以你等一下看到这个小纸偶，千万不要冲动，看到中间一条线就给它剪下去，剪下去你绝对后悔。请你把它对折，对折之后你会看到下面有一个白白的框框，对不对？那个就是把它剪开，白色的就是把它撑开，撑开有点像这个样子，撑开之后，撑开之后把它粘在磁铁上面，就这么简单，可以吗？然后你中间你可以用泡棉胶去粘五子棋跟磁铁，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让各位先把这个简单的做出来。好，那我们原则上我们希望由小朋友来做，那家长在旁边协助。好，不会做，第一张桌子。没有吗？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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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够，对不对？请小朋友注意哦。因为这没有。好，请注意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来定一点规则好了。等一下我讲注意的时候，就请小朋友拍手，然后放下手边动作，看我这边。我们来练习一次，注意。那边最先加一分，来再一次，注意，加两分，来注意，加一分。他拍太小声了，他为什么加两分？因为他很快又很大声，这是有。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你纸偶已经做完了，接下来我再放一次影片给你们看，看你们可不可以自己去踹出这个小纸偶可以像这样转。然后我让你们是五分钟，然后其实每一组的助教都知道为什么。五分钟之后，我再请他们跟你们讲。所以你们有五分钟，想尽办法去试让它转。好，开始动作，把你们记住，去尝试各种的可能。那个磁铁到底要怎么放，它才会这样子转？我找到了，可以。如果你已经知道怎么让它怎么推着它走的，你再尝试怎么把它吸过来，然后让它一直转一直转。如果请助教帮忙，如果那一组还有人不知道怎么转的，就请助教示范一下。好，我们接下来来稍微讲一下原理，为什么它会一直转呢？很简单，就是说，因为其实如果小朋友你知道磁铁有两个极，一个是 N 极，一个是 S 极嘛，对不对？那我们当我们角度，我们去调整我们你手中拿的磁铁的角度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会找到一个角度，就是刚好一边你一边是推的，一边是拉，一边是吸引的，一边是排斥，一边是吸引。那你能想想看，来小朋友来，假设这是磁铁，然后我这边有一个人拉着它，另外这边有一个人推着它，它会怎样？它就会一直旋转，旋转，很好，加两分。所以，其实它就是造成它磁力矩，就让造成它一直在转动，一直在转动。那我们今天只是用一个小玩偶在上面，那小朋友可以再回去想想看，我们今天教你的这个东西之后还可以做什么？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小活动，热身活动到这里。好，来，我来问一下，你刚才有成功让这个小玩偶旋转的举手。好，加五分。当然啦。好，我再问一下，你有成功挑战十秒二十圈的举手。再加五分。没有成功的，你还可以回去挑战，好不好？多加一次吧。对呀。好，我们加点回去。好。加分都加完了吗？还没加完的举手。好，都加完了，对不对？都加完了。
你们要继续玩别的吗？要。好，要的话就请你看我这里咯，来看吴老师表演。我要的。好，表演什么？等一下我们有一个更神奇的。好，我们第二个部分我们要介绍的是跟防盗器有关的。什么是防盗器？就是如果有小偷，好，你知道来你讲。有小偷的时候，那个家就嘤嘤嘤的声音。好，加两分。你看，伯利亚马上举手，马上回答。他已经帮我讲完了，那我等一下要讲什么？好，不过这样很好。我们要就是如果有小偷打开你的门窗，就会有警铃，就开始作响嘛，对不对？那我们基本上，我们今天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讲这个。其实它是利用到了一个很奇妙的小东西，叫做磁簧管。好，这是门窗嘛。好，事实上防盗器就是像刚才小朋友讲的，好，磁簧管它就是利用到磁簧管，但是怎么用呢？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好，什么是磁簧管？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上面那一个有两支线的，好，平常呢它不会靠近，但是你只要有磁铁靠近的时候，你看到下面那个图，你就会看到磁铁它就会吸引磁簧管的两根管子，它就会吸在一起，形成通路。那你问我说，吴老师，那如果我是用，比如说我现在是用 N 级去试，它是吸在一起，那我如果用 S 级呢？它一样是把它排斥开之后，等于是两边在更远的地方，它就会碰在一起。当它一碰在一起，就形成了通路，这样理解吗？好，所以等一下我们每一组，我们先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东西。你会有电池盒，等一下你会拿到电池盒、电池，还有一个 LED 灯以及一个磁簧管。然后怎么接呢？就像我这个图一，哦，画的不是热气球，画的有点难看。这个是电池盒，然后呢，等一下我接到磁簧管，这个接到磁簧管之后呢，接了一个 LED 的灯，然后再接下来。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呢？等一下我们做完了之后，我们来试试看，当磁铁靠近的时候，这个 LED 灯会不会亮？理论上，如果照吴老师讲的，你应该是磁铁接近的时候，磁簧管的两个管子会怎样吸在一起，是不是就应该会亮，对不对？好，我们来做做看。好，那请助教把这些材料发下去。好，你已经有让它亮起来的，举手，加十分。你只有十秒钟画加分，因为我们等一下再讲其他的。好，我倒数到十就要加完分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注意，加两分。好，接下来哈、哦，接下来我可能，好，可以让我讲吗？好，接下来我可能要再讲磁簧管，我们怎么把它做成一个类似像防盗器的。好，我这边有一个原理，当门窗是合在一起的时候，事实上它是不会亮的，但当我离开，这边有一个磁铁离开磁簧管，电流就会走另外一条通路，它就会亮。那怎么做呢？好像我这样一样，好，你这边有电线接，然后这个是 LED 灯，一个角接两个，两条电线，这边也是一个角接两条电线。当
当我磁网管，假设我磁网管是可以连通的，因为磁网管的电阻比较小，比较好走，所以电流就会走磁网管这一条路，它就不会走到 LED 那一边，这样懂吗？啊，当我磁网管不通的时候，电流只能走一条路，所以它就走到 LED 那边了。原理大概是这样，好，所以呢，等一下啊，我们请助教发材料，就是可以做一个像这样的，但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更好玩的，转不停的陀螺，那个大概要一个小时以上，所以这个东西是给家长回去挑战，带小朋友做的，这样可以吗？如果以后我们中心有机会再办，我不管是我或杨老师再来，我们会带更好玩的东西。好，所以这个就等一下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请助教发。那怎么做呢？都在，你会发现我们的一个讲义其实非常的仔细，所以这个回去我们再来解决这一件事情。讲义都有，好。好，小朋友，等一下这个东西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来，中文来示范一下。我会请他特写到这边。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啦，你看不到的，你看那个上面的影片，你看上面的那个，看好，注意看，看前面的屏幕。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东西就是这一个。好，你把它停，再转一次给大家看。想不想做？想。哦，那要专心听哦，要不然漏听了一个做不起来，不关我的事哦。啊，好，怎么做呢？哦，我们等一下会来介绍一下。好，请拿分。好，我先介绍一下这一个东西，一直到昨天晚上，我们才把 SOP 弄出来。你说吴老师有这么难吗？因为网络上他们用的材料跟我们不一样，而且他们是成本比较高，而且他们没有，他们就是不断的试，然后试出一个没办法做出第二个。但是我们呢，就在杨老师，好，我们就一直讨论，然后都他在做，他做一做，听说昨天晚上好像没睡觉，就把它做出来了。好，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听，这个是我们这个系列开发完了之后第一次介绍这个东西。好，我先来讲一下我们的原理。我们等一下分成几个部分。好，你会看到的是有一个像陀螺的东西。好，这个。这个呢，它可以照这个吗？拍这个。我自己没有看到，我都不知道。哎，我的手还蛮好看的。好，在这个上面呢，会用到两个强力的磁铁。这个磁铁呢非常小，但是它力量非常的大。那等一下你在接这个磁铁的时候，你必须要用到热熔枪。哦，所以小朋友，你一定要在家长的指导之下，你才能做。然后呢，这个磁铁基本上它就是要连成是一直线的。好，你可以跳回去刚才那张图吗？哎，就这两个有没有？讲义上面有。讲义上面其实也有。好。还有。好，你 NS 你不要犯错，而且是让它连成一直线。这样懂吗？这是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一个旋转的，哦，你会看到有一个乒乓球做的，做下面呢其实有玄机，它下面其实是一个踢包线缠着的，有没有看到一个铁钉？有没有一个螺丝钉啊？长的螺丝钉，
好，这个呢，它用的原理就是说，当陀螺上面是不是有磁铁，对不对？所以磁铁如果在磁环管附近，磁环管会形成通路，对不对？所以形成通路之后，再经过细胞线，这个就会产生一个磁场。产生磁场之后，它就会把那个陀螺的上面的磁铁推开。那磁铁一推开，它离开了磁环管，它是不是磁环管就又不通路了？但是呢，磁铁它还是继续转，所以又转到又通路的时候，又连接，又有人力量又推它一把，所以就这样间歇一直动。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原理，大概家长比较容易理解。好，但是学生的话，基本上我们以实作为主。我举个例子，好，假设你看，就是说这个磁铁，等一下这个磁铁靠近磁环管的时候，磁环管会怎样？啊？它会通路嘛，对不对？我们为了让小朋友知道什么时候通路，什么时候没有通路，我用一个，你看那个电灯哦，注意看那个电灯，有没有？有亮的时候就是打开、关、打开、关、打开、关，它一直在亮。你拿给每一组看好了，你拿给每一组，它就是一直亮、按、亮、按，一直切换、一直切换，所以就会一直转。好，等一下我请那个助教到每一组。好，稍微给你看一下，这边我们的用到的材料有竹签、纸板、泡棉胶，还有什么？两个强力磁铁，还有热熔胶胶枪，还有什么？塑胶杯，还有磁环管，还有电池盒。电池当然一定要电池啊，没有电池当然没办法。好，等等这些器材。好，所以等一下。你们看到这个，它其实是挑战版的，因为它有接一个灯，基本上是比较耗电，所以它转就不会那么快。你不要像很多小朋友，他就是细胞线，假设这个，他就把头放在这里，他就一直缠，缠完了之后，我说哇，怎么只有一个头？所以，请你注意，你缠细胞线的时候，你一定是。留长一点的一段，然后再开始转，这样懂吗？然后请小朋友缠，缠得越整齐越好。要缠多少圈？讲义上有写，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多少圈？100。如果你数到50圈，然后你忘了怎么办？所以等一下缠的时候要不要非常专心？要。所以等一下是很专心的在缠，对不对？好，所以。等一下，请各位先做缠细胞线的动作，然后呢，其他的部分，请你看讲义，如果有问题，我们随时下去直接讲，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个可以开始动作。啊，你们。那个小朋友注意，就是喂，好，小朋友注意到我这里哦，注意加两分，注意加两分，好，再一分，好了，你自己加一分，这么认真一定有。好，我先讲，请你注意这个七包线，七包线你在磨的时候。假设这个是砂纸，这个是七包线，小朋友要怎么磨？把这个放桌子这样磨吗？不是，要怎么磨？夹起来，然后对不对？夹起来磨，转一转，对不对？哦，不要，我们没有说要磨桌子哦，我们是磨七包线，这样懂吗？好，继续加油。等一下，你缠着七包线的铁丝不能放在正中央。好，你看一下，我们事实上不是放在正中央的。好，你可以，等一下你可以稍，就是，好，请你注意一下那个位置，它摆的位置，我看里面应该
讲义里面应该也有。好，注意一下那个，特别注意它摆的位置。你可以看到讲义第四页的中间那一排，由上第三章有没有摆的位置？你要注意，就是那个包着七刀线的螺丝钉的位置。先暂停手中的动作，好，我这边是专门在试试看喉咙有没有稳的。好，我们今天本来课堂时间是4点，现在已经4:15了，好，所以我这边先稍微做一点点结束。我首先我来问一下。刚才你七包线自己缠的小朋友举手，好，加10分，好，10分给你，10秒钟加，10 9 8 7 6 5 4 3 2 1，好，你陀螺上面的图案是自己画的，举手。好，加5分，加5分，只给你5秒加，5 4 3 2 1，好，还有什么是自己做的？电池自己装，举手。好，加1分。电池自己装太简单了。好，杯子是你捡的。杯子自己捡，举手。
加三分。还有没有？还有什么是自己做的？好，乒乓球自己捡的，举手。加五分。你自己把它捡到很小的啊，哦。所以记得以后只要是参加吴老师或是杨老师办的科学，你就是自己动手做越多，你分数加越多。好，还有一个最后可以加分的，最后你陀螺有一直转的，举手。好，加二十分。好，现在给你们两分钟计算成绩，开始计算成绩哦。好，终于到了小朋友最期待的颁奖时间，你们期待吗？好，只有等一下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我才要开始颁奖。好，所以请你赶快把垃圾集中好之后，你看着我。当吴老师发现很多小朋友都含情脉脉的看着我，我就知道我要颁奖了。现在还不够多哎，有很多小朋友看着我吗？我看一下，哇，好多哦，可以再多一点的话，我们就要开始颁奖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你的总分在七十分以上的，举手。好，等一下哦，我站太多了。好，什么？八十分以上的，刚好八十是。哦，好，两个小朋友先出列。哦，等一下，我先跟你讲，等一下哈、哦，选奖品的时间只有十秒钟，所以大家都不要拖太久。好，等一下哦，我们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奖品，我先稍微介绍一下。有这个，哦，这个是干嘛的？加手的哦，有这个哦，这个等一下你没玩过，还有这个，我的七十九，好了，好，好，你只有十秒钟，请他帮忙倒数，预备，开始，十，好，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好，七十五分到七十九分，举手，好，出列。好，给你们几秒钟看哦。好，你们只有五秒钟，预备，开始。五、四、三、二、一。哦，太快了。好，七十到七十四分的，举手。好，出来。七十到七十四分，等一下，还没有，还没有。哦，这青蛙票。好。好，准备好了没？好，你们一样只有五秒钟，其他人帮忙帮忙他们数，预备，开始。五、四、三、二、一。好，接下来六十分以上的举手，六十到六十九，来，六十到六十九，来。好。好，预备，开始，五、四、三、二、一。太强了，速度很快。好，五十到五十九分的举手。好，出列。等一下哦，还没有。接着了。好，预备，开始，三、二、一，你没有开电。好，哎，我刚才是到几分了？还没有领的举手。好，出列。来，好，后面拿去。
是你选颜色。好，拿完了之后就先回去了。好，还有没有？好，好，注意，你再出来领一个小奖品。注意，注意，来，你再出来领一个小奖品，再给他一个机会，还有一次机会哦。注意。啊，要很注意啊！啊，那个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今天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两个半小时。那我们这个今天大概是讲跟体力有关的，三个活动。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活动都带着做完。但是我希望，我跟杨老师，我们希望传达给家长的是，我们多让小朋友去尝试，让他们动手做，让他们有想象的那个空间，我相信我们的小朋友未来还是会很有竞争力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那希望以后我看今天这么热烈，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再来，好不好？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中大，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朱老师。一直在哭的是谁？你们知道吗？是我们杨老师的双胞胎小孩，对不对？我两个一起哭，你看那个很厉害哈、哦！他跟杨老师一起来，我们就要恭喜易主任，我们颁发一个简单的感谢状给我们两位老师。